最近有点冷啊，来了，就是他。说是专车，上次6023次早上的那一程，明明前面车头就有挂牌子，啊，然后晚上看的时候就没有。唉，我看你这次还会不会挂牌子？但他毕竟应该只有晚上的这一程啊，中午到晚上的，他照讲应该会挂牌子才对啊。毕竟说莒光号专车，应该都是有人包下莒光号吧？为什么不包明日号啊？哎，双向。啊，你开快一点啊！北上的列车就要把你盖过去了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北上的头灯来了，你赶快啊！救命啊！没挂牌子。区间车，那台莒光号上面都不显示个车次，也不漏。1、2、3、4、5级莒光号，一看就知道是行包列车。我一年前也拍过啊，在荣誉街啊。看来只能包5节车厢，包5节算不错了。